好，另外还要带您看，为了要帮助台东基督教医院照护东部独居老人的公益募款，人气名厨阿基师跟詹姆士两个人不收任何的酬劳，接下了代言人的角色，而且要共同拍摄公益广告。镜头前聚精会神，切切切，邀约满档的阿基师又有新代言，而这一次他是看节目搭档詹姆士合体，要为公益来发声。台东基督教医院呢，做这么一个，希望提供更专业的一个照顾动作，当然是无酬，我们还觉得我们付出不够多，所以呢，请大家一起来协助我们两个。关心东部隔代教养家庭的独居老人问题，阿基师和詹姆士响应公益，身体力行，两人无酬接下募款广告代言，台东基督教医院特地献上感谢状，而人气名厨出马，即使场地再客难，料理 table 照样能小露一手。吃泥锅他就不粘锅，然后他等下搬过来他就会很漂亮。看到没，不粘锅的煎鱼技巧就是在下锅前先抹上些许蛋汁，而阿基师和詹姆士荧幕前代言现身，幕后配音现身，一口气全都来，就是希望能尽一己之力抛砖引玉，唤起各界注意，请大家一起来关心老人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